生命因水而生，流动赋予水以灵魂，人类的智慧凝结了泵，像一颗颗心脏给予世间万物滋养，生生不息。硕威专业于泵，执着于品质和服务。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硕威，依托上海瑞邦机械集团，立足长三角，从泵类产品销售开始，坚守做讲诚信的事，活有尊严的人，绝不为短期利益出卖未来的原则，用心经营。业务涵盖建筑楼宇、市政工程、工业能源等众多领域，为万达、碧桂园、绿地、恒大、中粮等大型房地产企业提供过产品和服务，赢得大唐国际、金山石化等众多工业领域客户的赞誉，成为多个城市大型给排水项目的中标企业。随着城市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，硕威人积极转型升级，贯彻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，业务延伸至产业上下游，增加了海绵城市建设、环境教育咨询等业务，创办了顶高环境、纽孚机械、百特纳环境咨询服务等多家子公司。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，就能让我们的心灵更环保。在朱总和硕威同仁的引领下，成立了百特纳，以及硕威企业的社会责任。追溯硕威14年的发展历程，高质、高效、高性价比的产品以及卓越的服务体系，可复制的公司运营模式，吸引了全国众多代理商和合作伙伴，携手建设共生共赢价值平台，铸就硕威人非凡事业。新时代的竞争不再只是单纯的产品竞争，更多的是人才的竞争。我认为呢，企业的本质是教育，公司呢就是学校。企业要承担起对内培养员工、对外服务社会的责任。这些年来呢，硕威一直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公益助学，也是希望能够承担起企业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，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。打造强专业、高素质、可信赖的服务团队，引领合作伙伴一路成长。硕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关注每一个员工的成长，无论是内部成长还是外出学习，公司都给予很大力度的支持。在2015年初，我们搭建了硕威讲师团的平台，给员工提升演说能力的舞台。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，展望未来，硕威以为客户创造价值、实现员工幸福为使命，以成就受人尊敬的企业为愿景，打造水工业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平台。未来的硕威不做单一的产品公司，而是要做行业的供应链，一个行业系统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，一个共生共赢的价值平台。在新时代共享未来大趋势下，整合新资源、新科技，赋能合作伙伴，为人类环境、水资源的保持、改善和利用不懈努力，向世界迸送属于硕威的品质服务。我是硕威人，我是硕威人，我是硕威人，我是硕威人。坚持客户第一，我们坚持客户第一，我们坚持客户第一，我们坚持客户第一，员工至上的原则。我们追求卓越，挑战自我，成就他人，为家庭幸福而奋斗，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努力。视作卓越硕威人，视作卓越硕威人，视作卓越硕威人，视作卓越硕威人。